如果要把刚刚哦，我刚讲哦，12变到0，然后1到13分别写出来的话，这个该怎么做比较 OK？ 如果我今天哦12变成0的话，感觉好像需要一个回圈，然后1到13好像又要一个回圈，可是实际上哦，如果你假设用 for 回圈好了，比如说我们已经写好了哈，假设我现在已经是，比如说我输出这样的结果，我希望在前面我把它颠倒过来，我们先用正向的1到14，后面不用 step。当然，如果你这个1到14如果后面加一个逗点一也可以啦，可是这个逗点一是可以省略的，不写没有关系。哦，那这样把它输出，可以看到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可是我如果希望它现在是靠左，把它靠右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需要在输出这个星号之前，先加上空白。所以你必须把程式写在哪里呢？写在这个星号的上面，先输出空白，再输出星号。哎，可是问题来了，我要先输出空白，那我 print 空白应该会吧？就双引号里面放一个空白就可以了，这就输出空白。那可是数量是几个？哎，数量的话。数量当然你第一只乘上12了，可是问题你现在不变固定了，如果你现在的话变的，如果你这样输出啊，它会变成这样子跑，而且哈，因为这个 print 本身有换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会变成你看，中间间隔有空白，它 print， 所以必须把这个 print 的换行拿掉，还记得怎么把它拿掉啊 ？end 什么等于空的，意思就是说哈，我后面那个换，我这个换行不要。帮我输出，但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呢，我这边加个12的话，变成怎么样？它全部前面都加12空白，那有点像什么？把它推到右边去而已。哎，可是这个效果怎么办呢？那势必就是说我第一次要是要12，那下一个变成11，越来越少。那当然了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。有没有什么方式哦，可以让它越来越少？你想说，那是不是再加一个回圈进来？没否追吗？可是问题哦，会让程式变得更麻烦。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哦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，这个 i 跟这个的关系，这边是要12到0，那 i 的话呢，刚好就1到13，有没有？它这个 i 的值是1到13。那我们要的是12到0。那我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，可以让它产生，就是怎么样？用一个方法，可以用13，怎么样？减掉什么了？减掉 i 就可以了。OK 哦，然后记得哦，把它刮弧起来，因为一样了哈、预设是先乘除后加减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会发现13减掉1刚好12，那当 i 等于2 ，13减掉2刚好11，当13有没有？i 等于13 ，13减3刚好也是0，哎，不就刚好符合我们要的？所以以后哦，如果你想要产生一个数字是刚好颠倒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把这个 i 最大的值拿来这边减就好了。哎，这次也是一招哦。不然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再一个回圈，那再一个回圈就是一个再一个复杂的结构。OK 哈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基本上哦，越来越少执行，哎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靠右的那个三角直角呢就产生了。OK， 哦，那这个也是一种训练哦，可是还没结束哦，如果我希望怎么样？可以把它做出成什么等腰三角形？什么叫等腰三角形哦？我先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等腰三角形，也就是说呢，哈，它原来的结构呢是到这一条线，这条线的有没有这边而已？那另外一边的话呢，就是长出来的。哎，那它的结构哦，刚好跟另外一边。有没有中线的另外一边结构是
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啦，哦，等于是说它的总数乘以2而已，啊，中间这一条线等于是有点独立的，那么这条线嘛，这个是固定一定会有的，一，那左右呢？你要不要拆开来看？这边是一个的两，算一的两倍，这边左右的话呢是2的两倍，左右呢是3的，也就是说啊，它一定是乘以2啦。 那前面这个数字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当成 i 乘上2，哎，所以哦，请各位试试看了哦。不过这个至于怎么把这个直角的等腰三角形变出来哦，先想想看，那先试着做出这个好了。我们也先不要太大，这边这个是延伸的了哦，等腰三角形怎么做出来的？这个先做出来，哦，后面呢再想想看怎么把等腰三角形变出来。 啊，不过延伸性太多了啊，就是说主要是训练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哦，可以把你想做的那个东西，可以把它用回圈表达出来。OK 哦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啊、哦，先试着做那个靠左边对齐的，靠右边的那个等腰三角形。那这个做出来之后的话哦，哎，再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做出等腰三角形。 好、哦，如果你等腰三角形也可以做出来的话，哇，那，哎，应该等于就是你是真的对那个回圈是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了，训练嘛，哈、哦，那像等腰三角形，这个就是一个也是这个一般考试很喜欢考的，考你，给你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告诉你，它的那个范围应该是那几颗星到几颗星，那要你用。 一个回圈哈、哦，把它写出来，哦，那当然啦，如果你可以做出来，表示你是会的；如果你写不出来，那表示你其实是应该是不太懂 Python。OK 哈、哦，这也是一般考试最爱考的，像一般证照考试啦，或者是说有些公司的面试有没有考试，那就会出一些题目给你做，哦，看你会不会是真的可以写得出来。 OK， 所以也许可以想想看哈、哦，那不见得一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，看你要怎么思考，啊，第一个当然我是建议你可以把那个逻辑先思路先找出来，然后按照那个思路去试试看，试错了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可以执行嘛，错了没关系，哦，再来改就好了，试一下哈、哦。